这个吃起来确实是苦的。确实是苦的吗？嗯。哦，那刚才有个人说这是苦青菜，那他说对了。对。哇、哦，那个人好厉害啊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因为好多人都说他们说是青菜，青菜嘛，只要是绿色的都是青菜。对呀、啊，只要是我就以为就是绿色的就是青菜嘛。青菜的话不就是那个吗？是牛皮菜吗？他们美罗说这个，美罗说这个菜吃起来是苦苦的，有点苦。牛皮菜是什么菜呀？我也不知道。还有牛皮菜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直播间哥哥姐姐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牛皮菜我也不，哎，你这个怎么不用个菜板呀？没事。怎么直接就这样拿进去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哇。比较方便一点嘛。你们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这样弄的，哥哥姐姐们？他是你不要这样子说嘛。不是啊，我是让他们有没有就是弄过这种，你是直接切进去的。真正的绿色食品，对。哦，人家做的豆花菜挺好吃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没吃过，我等一下尝一下，看看好不好吃。我尝了，我就知道好不好吃了。有是不是、啊、吃的很香，味菜哇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真的吃过吗？哇，你们怎么什么都吃过呀？我是个大俗人，真的，我说吃过了就吃过了，真的，我是真的没吃过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到美罗家里面来，美罗做给我吃的。我们这边，我这边豆花菜就是小豆脑。哦，是这样的呀，吃过。他们说你做的是，那个豆花菜。豆花菜。菜豆花还是豆花菜呀？不是、啊，这不是菜豆花。不是吗？今天晚上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么说。菜豆花是先，没有放先，就是先弄先放菜，然后再弄那个碱水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豆花的话就全部都裹在了那个。菜上面，这才叫豆花菜。哦。我这个就是简单一点的，因为那个比较麻烦一点。有个人在那里说，弄这么多，我们两个吃不完，我可以住在这边吃了。我可以住在这边，我可以住在这边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你弄这么多吃不完，让我别回去了，就住在这里吃，吃完了再走。那你就不行的。怎么不行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可不可以，哥哥姐姐们？他美罗做了那么多菜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今天吃不完，然后我就留在这里，我吃完了再走。那就一直住这边，不要走了。但是我公司有事情呀，我公司有事情的话，我要去忙公司里面的事情，忙完了以后我再回来吧。可不可以？可以的话，把可以两个字打在公屏上。因为美罗做了这么多菜，他自己一个人吃，我们两个人吃不完的。然后的话，我就住在这边，吃完了再走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？他们说可以。如果让我吃的话，你想吃再上来吃吗？如果说让我吃的话，这些菜我能吃它一年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只要有美罗在这里就好了，美罗在我身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吓到美女了。哥哥姐姐们，我是不是吓到她了呀？哥哥姐姐们，我是不是吓到美罗了？我不跟他开玩笑了，真的，他太单纯了，真的，哥姐的帅呢。你到几倍了呀？吃不完了，没有吧？可以今后相助美罗打包，你们说我相助美罗了是不是啊？哥姐的帅们，到底有没有相中他？
他说不可以，意思就是说可以，对，是不是呀，美罗？啊？你说不可以，意思就是说可以。啊？不行，那你那是不行的。你那个什么天下，你他说不可以，你真的是美罗说他不是那个意思。美罗说他不是那个，真的，哎呦，我这个。真的是，饿了吧？有一点了，有一点饿了。没事儿，你慢慢做嘛。行，这个要煮熟才烤。我要亲手吃美罗做的菜。我现在我回去，我真的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我回去，美罗，我回去适应不了他们做的饭菜，怎么办呀？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。啊。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。真的，我不适应他们做的饭菜，我吃不下去。我做的这些都是农村的菜。对呀，我就喜欢吃你做的菜，我不管它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，我就喜欢你做的菜。你不要拿我开玩笑。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女孩讲不可以就是可以的意思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我说的对不对？我现在回去了，我真的我废寝忘食，我真的我其他饭菜我都吃不下了。这个加一个好了，那就好的好的，你就说我爱你，不能那么直接吧，哥哥姐姐们。我真的我回去，你像我现在回去。我一时间就是适应不过来，我现在每天都是你做饭给我吃，然后我回去的话，他们做的饭就是不合我的胃口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真的是不要拿我开玩笑了。真的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啊？哦，直播间里面的人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他们说让你跟我回去，做饭给我吃。不是，姐姐们不能乱说。真的，直播间里面的人说的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对不对？我把对字打在公屏上，我给美罗看一下。哥哥姐姐们，快把对字打在公屏上，我给美罗看一下。嗯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把对字打在公屏上，我让美罗看一下。你来看一下，美罗。啊？真的，你来看一下嘛，你来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不是我说的，是直播间里面的人说的。真的吗？你看，你来看，过来，过来，快过来嘛！你看，对对对对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没有，哪里呀？你看这里不是吗？他们说对，你看，对对对对对。哪个是那个呀？你看这个就是对呀，你看见没有？哥姐姐们，全屏把对字打在公屏上，我看一下。哪里？不是啊，哪里呀？就是这里呀。就是这个在。动的这里就是这个，对对，这个公屏就是他们很多人的，你看。是那怎么，肯定是你让他们说的。什么？我让他们说的？他们都是外面的人，我能说得动吗？真的是。我怎么知道呀？他们都是外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说我能说得动吗？哎呀，美罗。哎。我真的，我回去我会吃不下饭的。好不好？你一天到晚的真的是拿我使开心。我没有拿你许开心，我是认真的，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说呢。你看好了，现在就可以看了。好了吗？对。嗯，但是我一想到我回去我吃不下其他饭，我就伤心，真的。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对，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50,000多人哈，哥姐姐们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啊？我直播间里面的人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啊？我爱你，直播间里面的人说的。那你希望我说吗？你不要使拿我使开心了，真的。什么叫不要你使开心？哥姐姐们，我要不要说？我要不要说？要的话，你们打个要字。要的话，你们打个要字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觉得我要说我爱你。哥姐姐们，
咱们直播现在1200多个人。嗯，不要拿我。要不要全屏把钥匙打在公屏上？那我就说了，给我们唱首歌，少华。嗯，我唱歌不好听哎。要说你爱他，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。想到你，我就开心。